杨梅酒你真的会做吗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古老的制作方法，杨梅放盐水里浸泡半个小时，沥干水分，上锅蒸15分钟，把杨梅和蒸出来的杨梅汁倒入罐子里，再放几颗冰糖，倒入50度的白酒，密封保存20天即可，学会的朋友双击支持一下吧。